第33题，步骤5中，红酒精液面位置如何？蓝墨水液面位置如何？以上空格应依序填入。再来说，我们从我们的4度C 到60度C 液面上升了，那60度C 回到了1度C， 温度下降之后，液面应该要下降，但是我们的蓝墨水原来里面装的是水，水有异常现象，在4度C， 也就是我们的涂酸的时候，它的体积最小，密度最大，因此它回到了涂五变成1度C 的时候，它的体积反而是要膨胀的，因为它液面是要上升的，所以我们的红酒精的液面因为变冷了，它的液面位置应该要下降，蓝墨水的液面位置反而会上升，因为4度C 的时候体积最小，密度最大，1度C 的体积比4度C 还来大，所以它的液面是要上升的。因此第33题问我们说，以上空格应依序填入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下降上升。